小，大概小一些，然后我跟苏明差不多一样的年纪，然后跟我们三个差不多的年纪，我们都是处在那种就是那种想家多的，就是觉得好像哎该做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样子，所以就然后中国是因为那时候我去我知道说啊这个歌手，那时候我想我也是在那个地方找歌手，然后知道说哎有一个乐团，然后他们乐团在部落很红。只有出过一张专辑，然后部落都会唱他们的歌，然后主要是他们是兄弟组成的乐团，因为他是主唱，然后他带着他兄他弟弟是什么吉他手啊，谁谁谁，就是很像我们部落这样子，大家一起一起，对，我就觉得哎、很适合去做交流，我们可以到他们部落。那其实我们刚好他弟弟两个，就是他兄弟弟跟哥哥结婚的时候也有去，对，就是。没有，你拍的时候就去，然后他们两位有帮忙去搭房子啊，然后搭他们煮饭啊，就是也不行，就是婚礼的那些会场，然后因为那个南太平他们都会编一些东西，他们有去编。他们婚礼的想象跟我们不太一样，婚礼只有一天啊，他们婚礼好像一个月。对啊，所以他们要搭房子给他们宾客睡觉，然后每天都要回放给客人吃。对啊，我们真的没办法理解那样的。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们有没有。你们去变成婚礼工作人员，我觉得好也算的，确实有一点。布置人员，我连我们要立房子的柱子，还要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。立柱子，天哪，我要挖土的。造山腰，我们蛮开心的，蛮开心的。我们两个就头部上面要吃饭了，还继续弄，就觉得不特别，因为我们在部落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那行啊，像他们一个月的婚礼是每天什么时候不一样，还是就是一个月的 party？其实一个月花的概念，他就是他们其实准备一年，然后其实我半年前就有去，然后他们在砍这个木头的时候我就已经拍了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我们去的一个月是对已经最后一个月了，对，然后可是最后一个月的时候你只要去，其实就有点像喜庆，就是丧礼的时候不是都会摆，就是摆一个拜，然后就是一个月你只要去都。然后大家就是开始送礼物啊，就那一个月的时间，就是这一家都办喜事。那准备一年，然后那一个月的婚礼，那他们什么时候算是正式的结婚？这次就最后一天，就会有一个传统的婚礼，然后有一个教堂的婚礼，对，两种都有，因为对，就是要签结婚证书。所以那一整年的准备，那一个月都只为了最后那一天的准备。对，然后可是每天都很嗨，每天都吃饭、喝酒啊、打架。就是那像部落这样闹闹的这样子，对。没有，他们不送这，他们送礼物，所以他们听说他们结婚礼物常常会有一大卡车，然后他们都觉得说礼物有点太多。山药。山药也有，然后糖、咖啡，然后布，就很多很多很多。刚刚送那个，刚刚送那个主办单位那个，就是那个布啊，他们常常送那个布。很多到每一个地方，可是我比较需要棉被，好冷啊！我去的时候刚好很冷，对，温差很大。因为他们常常送布，这就是礼数，我觉得很不一样。很冷，温差差吗？温差很大，我觉得差蛮大的。晚上，就白天可以穿短袖，可是晚上就晚上很大。我们是十月去的。中他们要从冷转热的那个月份，就是他是叫他们的春天嘛，还没有进到夏天。夏之前，他们也蛮坚持的啊，其实他们跟我们是差不多一样的气候，虽然是海岛，他没有像我们就是闷热什么样子，对，是蛮舒服的那种海岛型的天气。苏明刚说游泳。不会太冷，就是白天很热啊。你们是穿泳衣？还有谁要穿泳衣？又没有救生员，想太多了。所以是裸泳啊？啊？没有裸泳吧？你是那个是天体才对吧？裸泳是喂鱼。他们是蛮原始的啦，我只能这样讲。交通可能不方便，但是我觉得自然景观真的很厉害。所以我看到鲨鱼在旁边。我那时候想说，这是什么鱼？怎么那么快？超快的！他们常常说快超快，那是鲨鱼。然后呢，想说鱼那么快，我想要看清楚到底是什么。不会危险。小鲨鱼不会危险。
但是你要想，小鲨鱼旁边有大鲨鱼，有小鲨鱼地方就会有大鲨鱼，所以要赶快上岸。近吗？啊？很近吗？很小。近吗？就很快啊。它好像在岸边，瞬间就去，就很快啊。只能说很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可能他很靠近我吧，转眼的时候他跑到旁边。我没有，我因为他很快，害我很好奇，那什么东西又很大只，跟人一样大。可是那是小鲨鱼的，可以吃掉鱼吗？没有啦，长大概这么长吧，感觉啦，感觉的，感觉的感那个速度一样。对啊，想去玩都不知道要把它干嘛废了一个。超想游的，只能跟小女生摘什么摘那个。没有，我跟小妹妹去摘小莓，我超开心的。摘小莓，那个野生的草莓啊，因为那个在我小时候印象很深刻，我小时候爱吃那个野生草莓，而且现在在我们部落已经越来越少。不过在那边我们看到那个小妹妹有那个野生草莓，我们从那里找，那边有的就带我去，就开始采，一采，开始采。会不会怕踩到？有些有毒的，不是会长得像？当然不会啦，没有，我也是原住民，不要开玩笑。他刚说你在那边被当成贵族，不是，是因为太像当地，长得比较像吗？就我只是擦头发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那个头发擦？嗯？你那个头发擦跟现在？他不是卷，没有，他们是卷卷发。如果我也烫这样子，那就会变当地。因为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这样看？因为他只有他会被搭讪，他不会。没有人理我。对，因为他们把他当成当地人。对。署名在那边是一堆女生围着，你看。我是外国人。那时候看那个电影就知道。我真是，我真的是外国人，他被围起来。所以很多人都很示好吗？可能吧，但是我听不懂。他们示好是送东西。是好吗？还是我想太多了？跟着他们说你是来干嘛？哦，对对对，有一个要跟你上车的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个要跟他上车啊。有，我们就把他挡掉。有两个女生就跟着苏密说，可以，你等下去哪里？要跟我们可以一起跟你们去吗？那个在肯达拉苏密啊，你说瀑布那边？对，他们要跟我们，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叫就是当地的住民，叫跟他们说。抱歉了，不好意思。多大的女生？我没有注意耶。小美的长得，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哎，他们应该很年纪很大，殊不知道年纪超小。这太伤人了吧？可是他们的行为确实太成熟了。是有人准备什么食物给你？没有，没有，每天自己准备。他每天自己煮。他长，署名是大厨。我们是煮类似当地的口味的东西。哪会煮啊？但是想尽办法找到有没有。厨艺很厉害嘞，有没有类似？到那边煮台湾菜，我想要吃卤肉饭，他就煮。难得才买得到，他们竟然买得到酱油，天天找去找酱油。但是那些寿司都是不一样，都是不一样，只要自己切刀。红酒牛肉汤，两磅。没有米酒。有一天的主菜刚碰到那个土耳其厨师，还用柴火的，有没有？不是有一天是烧，是一天还是两天是烧柴火，超酷的。土耳其的那个，你觉得他长得跟这边的人不一样吗？碰到一个土耳其厨师，走啦，去了一下，你都没有在厨房。什么地方？他没有碰到，你问他。就是有一间民宿啊，有一间民宿。哦，就是没有，那是布里尼西亚吧？在布里尼西亚哪里啊？不知道那个的。应该没有土耳其，但是会，只是看起来有点不太像当地。不太当地的。像法国。那这样去一个月，大概变胖或变瘦？哇，我确实说已经胖了。没有，可是他后来因为还是后来知道那个金马奖入围，他会怎么？他那时候开始练跑步。我是越拍越胖了，好像是吧？对，因为我们见的时候发现，从第一天，然后到后来结束自己一段照片，哇，怎么变胖了？是因为之前吃它很好。还好吧，山药啦，每天吃山药。哎，山药明明不会胖，可是没有，还有很多吃很多肉。吃那个婚礼的时候。对对，吃这么多的肉，一定要吃一个月。山药面包好像没有别的选择，每天都山药跟面包，山药面包。有算胖多少？哇，这个数据原来我们算过，学术研究至少超过3公斤吧，至少3公斤。给他写出来，回来之后马上减肥去运动，瘦下
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瘦回来了。对，瘦下来。我们也是因为，我是因为好像也是隔年之后金马奖，所以我想金马奖。是为了明年的金马奖先做准备。没有没有，他去年快要入了金马奖，他们两个看到马，然后他先入围，然后下一年是他，就是我的电影《只要长大》的歌曲。对。然后我们在当地遇到很厉害的音乐。啊，对，那个号称新格多利亚的李宗盛，吉米威丁，然后这次会来的是那个做传统乐器那个 Tito， 他会来，就是演唱那个很传统那个，对，传统，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老手歌手，很酷，真的是哇，这个早就在中国有下之前就有了，因为 B-Star 马上就有了。而且他是法国人，然后用法文用卡纳克教出的导师。我觉得虽然他法国人，可是他的生活就跟他们原住民一样嘞。他住在部落，然后每天也是太打赤脚，超厉害，做雕刻。一个法国人居然会做原住民做这些，对，他有他送他有送我雕刻，他送你那个雕刻的作品。因为那时候他在老舍的时候，是我帮他分过，你那时候不在。然后他也送我雕刻刀，他送我雕刻刀。他不会，因为他有一点年纪，然后其实我们未来两位刚他们讲很厉害的，对，饶舌歌手跟，因为其实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也有感受到那边的，虽然环境好像没有我们台湾好，但是他们的音乐素质非常高，对，然后苏密有在那边练那个玫瑰的分开，练很久这样子，对，我们去的时候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除了旅行，还有去跟就是他的朋友，他介绍我去那个部落的，对，部落的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平常你都是那种妈妈熊啊，就是他们都不会记得那些，然后会有两个人在十七号，他们会来一起表演。对，透露这样的一个反正特别的桥段。因为我们是先放电影，其实我觉得其实放完电影，大家看到他们走出来就会，因为现在好像你没有看到他讲的话，或是他做的事情，现在没有感受。你要等到他们感受到，哦，原来我会有种，我觉得看着一定会有种跟着他们一起，或是跟着我一起经历那个过程。对，然后会对里面的音乐人很好奇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原始啊，就是很传奇。然后他们要来的时候 ，Pino 他传了一个照片跟我说。他用了很像新龙，还是用那个帽子，然后又戴墨镜，他做一个新造型。Pino， 对，他都不穿鞋子。印象深刻，因为他去学校教音乐课，是一个音乐老师，也是一个鞋，然后踩破掉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好潇洒的一个老师，音乐能力很强。对，所以我们邀请到这两位的音乐能力还蛮强，也是。比较厉害是他们，因为英语我没有那么懂，可是他们不是语言好像不是很通，可是他们就是会弹弹弹，就这样弹出了我们的主题曲。对，就是还蛮特别。然后保姆也有自己还有做他们那边的乐风主题曲。就大家如果到时候在现场听到所有的，我们这部电影没有配乐，是因为就是里面都是。就是他们现场即兴的，就很即兴的。能怎样？又没有上网，没有网路啊。完成。对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。每天只能感受而已。蛮好的啦，要我们可以限制网络，只有台北有，这样大家创作能量就很强。蛮强的，就是他们只要讲一讲，他们就开始就弹出了，在电影也可以看得到，他们讲就弹出来。对，然后很即兴的，然后所以里面放的歌曲。全部都是他们或是他们单独个人的歌曲，对，我们没有所谓的配乐，可是它是一部音乐电影，每天都有配乐啊，对，每天都在弹。那一开始没有网络。是还好，因为去的时候觉得都是新鲜感，然后很想拍照上传，哎，没网路，然后就开始觉得网路啊，没关系，应该下一站会有网路吧，结果没，殊不知，一整个月都满，有的地方小城，小城若是收不到，都不到，但是你到那个大城市，但是大城市也没有很大。对啊，大城市大概就是都兰中都兰出。
只要有两间杂货店以上，就叫拉车子。我们可是他们的首都还是那个不一样，首都是走好远，他们现在往上那边。有麦当劳。有啊，走大概有半个小时吧。在那个首都的时候，首都有麦当劳啊那些。首都还蛮不一样氛围，比较天龙国，就是很法国。你说像台北，就是可是讲台北又不太对，对他们的台北啦。对那个经济的状态像他们。可是那个氛围又很像花莲，可是房子小小的，对花莲，整个城市的形状很像花莲。花莲来，我那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因为它就是靠海的一个，那是他们的首都。可是常常客人就在那边就会显得好像很独外、很边缘的，就很奇怪，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在天母的乡下的，天母的乡下，乡下，我不太行，就那个氛围，主要他们平常装扮也都很熟悉，可以看那个照片，他们都平常都可能夏天都还是很热，可是还是穿外套，戴的帽子，然后戴个帽子，他们的 style， 他们会一直戴帽子，我觉得感觉，那一开始觉得很酷，可是后来觉得好像他们在隐藏些什么，对，在隐藏，可是它是一种。没有，我听说好像是跟。对，我觉得其实他们觉得是 style， 可是我觉得因为他们卡亚克人就是，他们其实很不喜欢单独被所有人注视，他们喜欢一群，其实因为他们是群体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会常常会，我觉得可能跟殖民者有关，因为会有点隐藏自己，就是喜欢这样子。他觉得可能就是。城市有一半都是吃个教。对，而且很多人的天气，他们就是穿那个装自己，装就是不要让大家太看。这样就更黑了，盖住。很冷还是盖？对，很热啊。还是希望大家可能是明年有机会，就是可以看这个影片。我觉得还他们的中文文献太少，几乎都没有，对，都爆了。对，我们在准备，然后再找其他的让金立伟上，因为金立伟在台湾就比较不会啊，都很多很夯的翻滚吧男孩，现在都翻滚吧阿信，翻滚吧阿信去哪里吧？现在男人，现在男人翻滚吧男人，那我们漂流遇见你，漂流遇见他，还有漂流遇见我，漂流遇见你我他。所以还没有一个希望上映的时间。我想的是明年，一定是不敢。今年是两部。对对，今年是两部。对，因为今年就是我们的巡回首站，就是我们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会希望这片子到，就是有机会，因为明年可能我会有机会去巴黎，然后去，我们还希望可以去新加坡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这片子就是因为我觉得片子其实就是不难懂，可是你可以看得出。就是可以看得出，就是原就是比较原住民，我们在想一些事情，对，然后可是又透过那种很美丽的风景，好像看起来很顺，然后音乐，然后可是可以让你想很多的事情，因为里面大家都有自己的活动，有发现什么共同点？就是共同点就是文化上面呢、啊，还有就是我们喜欢群体的那种分享这些事情，他们我们去那边表演音乐，大家都喜欢。台湾可能觉得是一个秀，他们没有觉得是一个分享，他们就问我们今天来分享你的音乐，他们喜欢用这样的说法。然后就是像我每次去部落的那种什么文化祭，我觉得很像我们部落一样，就是一天都会办一个文化祭，不是就会卖什么部落东西，然后或是什么，然后就是找部落歌手来唱歌，就是整个都很像。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大家讲比较严肃的，就是歧视啊，歧视有啊，他们的工作机会不好找。对他们像他有正职，有正职的其实很少。对，然后机会，而且好像法国就是卡拉克，而且卡拉克是一半的原住民，然后台湾是百分之二。对，所以其实也有碰到像我们的，因为他也是在城市长大，然后他妈妈也是教他要讲法文。对，可是他回去部落的时候，一片子都有讲到，就是叔叔的叔叔阿嬷有跟他讲法文讲祖语。对，所以他的部落的养成是他小时候跟他自己现在后来想办法去学习，因为他写的歌虽然是雷鬼，他其实有写到
他就是对那个这个土地怎么会植入，他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在里面。土屯乐团啊，土屯乐团啊，对了，就是一种那边的土屯乐团，对，这种感觉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之后还有行程，所以可能今天差不多到这个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